喧嚣的生活需要音乐洗涤不安的灵魂。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音乐视频。在一些音乐节目中，选手为了达到歌曲的最佳演唱效果，往往会邀请帮唱嘉宾进行帮唱。然而，让人尴尬的是，帮唱嘉宾实力太过强大，一开口风头就完全盖过了主唱。这期视频就来盘点那些帮唱的名场面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音乐诗人李健就跨界邀请相声才子岳云鹏助唱，两人一首《唐僧在女儿国抒怀》，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，就这名字你俩绝对是稳赢了。而当小岳岳一开口，也没让人失望，成功的将李健的调给带跑了。不过这怎么听着有五环之歌那味了？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羽泉也曾邀请过邓超。有着80年代迪厅舞王称号的邓超，和羽泉一起同台演绎《奔跑》，邓超一登台就秒变迪厅舞王，妥妥的把羽泉的风头抢完了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那颗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原谅我这一生不为谁而作的歌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。在歌王之战舞台上，徐佳莹选择了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，又邀请了林俊杰进行帮唱，结果一开口主配角的角色却颠倒了，请谁来不好，偏偏把原唱请来了。歌手的舞台上，腾格尔请到了有东方夜莺之称的吴碧霞老师作为帮唱嘉宾，两人演唱了一首《九儿女大胆的往前走》。一向以魔性翻唱著称的腾格尔老师终于不敢再懈怠，两位国家队歌手的演唱堪称一场视听盛宴。每